TWICE 成员智孝对后辈组合 NMIX 的忙内成员归真的年龄感到惊讶。 韩国的爱豆们有人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加入公司当练习生了， TWICE 的成员朴智孝就是其中一个。 2005年6月， 当时8岁就进入 JYP 娱乐， 2015年18岁时 结束10年的练习生生涯， 成为心愿中的 TWICE。 这样的智孝终于迎来了出道6年， 现在拥有 Stray Kids, EZ, Nizi, NMIX 等众多后辈， 特别是2022年2月刚出道的 NMIX。 年龄最大的成员 Lily 也是2002年出生的19岁， 是相当年轻的组合。但是智孝对 NMIX 的最年轻成员归真的年龄感到惊讶。 归真目前15岁， 2006年生， 足足比智孝进入 JYP 的年龄还晚1年。 知道我的 JYP 经历比归真的年龄还要长的事实后，智孝大吃一惊。当记者透过个人讯息软件向粉丝们传达此事时，归真惊慌失措地说：“是因为我非常年轻的时候进入公司的吧？”实际上，智孝和归真虽然相差9岁， 但是归真15岁就实现了出道梦想，而让粉丝们大吃一惊。再次体会到智孝积攒时代的长短，对早早出道的归真的实力也赞叹不已。爱豆韩社每日解说最新韩语，欢迎点赞和订阅哦。